这个视频咱来分析只受安培力的双棒问题。还是这个图，在水平面上有两根光滑的长直导轨，导轨间距为 L， 导轨电阻可忽略，云枪磁场垂直于导轨所在平面，磁感应强度大小为 B， 两根导体棒 AB、CD 垂直置于导轨上，与导轨构成矩形回路，它们的质量均为 M， 电阻均为 R。 开始时棒 CD 静止，棒 AB 有向右的初速度 V0，若两导体棒在运动中始终不接触，你能求出整个系统产生的交耳热是多少吗？先分析一下，最初 AB 棒向右切割磁感线运动时，在回路中产生逆时针方向的感应电流，使得 CD 棒受到向右的安培力作用开始做加速运动，而 AB 棒则受到向左的安培力作用做减速运动。只要 AB 棒的速度大于 CD 棒，回路中逆时针方向的感应电流一直存在，安培力就会使 CD 棒继续加速，使 AB 棒继续减速，直到两棒的速度都变为 V 时，回路中的感应电流消失，安培力也消失，两根金属棒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。运动过程分析清楚了，咱就可以动手算了。以 ABCD 棒组成的系统为研究对象，在水平方向上它们只受到安培力作用，并且两个安培力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，因此两棒组成的系统在水平方向上受到的合外力为零，系统的动量必然守恒。由此列出第一个方程 MV0 等于 MV 加 MV， 即 MV0 等于 2MV。 再根据整个系统的能量守恒，初状态 AB 棒的动能应该等于末状态 AB 和 CD 棒的动能之和，再加上系统中产生的交耳热，化简一下就是这样，联立这两个方程，解出交耳热 Q 等于四分之一 MV0 方。那我再来考考你，当 AB 棒的速度变为四分之三 V0 时，要求 CD 棒的加速度又该怎么算呢？跟刚才的分析思路一样，当 AB 棒的速度变为四分之三 V0 时，假设此时 CD 棒的速度为 V 撇，此过程仍然满足动量守恒，得到第一个方程 MV0 等于 M 四分之三 V0 加 MV 撇。另一方面，你已经知道这种两根金属棒同时切割磁感线运动时，回路中的总电容式是两根金属棒感应电容式叠加的结果，此时 AB 和 CD 棒的运动方向相同，因此总电容式 E 等于 EAB 减 ECD， 即 E 等于 BL 乘四分之三 V0 减 BLV 撇。此时 CD 棒所受的安培力 FN 等于 BIL， 即 FN 等于 B 乘上 EB22 再乘 L， 联立这三个方程，解出安培力的大小是这么多。最后根据牛顿第二定律， CD 棒的加速度 A 等于 FN B 上 M， 就是这么一坨，搞定。总结一下，这个视频咱们讲了只受安培力的双棒问题，你要记住两点。第一，这种模型中最终的状态是两棒以相同的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。第二，由于两根金属棒所受的安培力时刻相等但方向相反，所以由两根金属棒组成的系统必然动量守恒。好了，就先讲这么多，现在你快刷题去吧。